我是公关列车长的2129月25号，东里站。9:40所拍摄的是4516次哦，花莲把这种花东县往台东的单组一五百型是辆一边组烟雾岭区间车，在我们的东里火车站已经关闭车门了，准备是。下一站东竹。东竹东竹站第八站到了当地，东竹站第八站了，东竹来到了，
不现在快快快快快快现在那个快男，我拐这边。我们的东主站到了。Doors will open on the left hand side. 下车时请注意月台与车厢间的缝隙。Please mind the gap. 东主站到。当定。四五一六次哦，台哦，台东对五五零全都在东龙站行哦。哎，开门。